今天带丈母娘来享受一下玛丽嫁到中国3年她也没享受过的服务。今天带丈母娘来享受一下。呀，没好整好弄好了。你洗不洗？我洗。你也洗？那就晾着。晾着。回来家不是30万吗？回来家不是20万？哦，回来家是20万。那行。送30，然后送我孙女。今天偷的，你后面是？又回来的。又有。哦。裤腿扁起来，往高了扁啊。好，先放里面泡一下。啊，看烧不烧，憋不憋？你先让开。我靠，洒下了啊！啊，你们娘俩洗就行了啊。你洗不洗啊？我不洗。洗得来洗吗？我不洗。你还小，你不能洗，等长大了你再洗。啊、哦，这个是大人洗的，小孩不能洗的。嗯，还在洗的。玛丽，小心用酒坏了。你问一下妈妈看水不冰不冰了。如果你姐说还没有凉，还没有凉，那行，等会凉了就加点热水，热水就在这啊。等会凉了自己加。啊，我先帮你调了啊。那行。那你还看见他躺得舒服的很。我有点害怕，感觉这个刀好快。你害怕？没看他挂不破。挂不破。那我给你倒。嗯，怎么不带上我呀？那你忙着了吗？3年了，今天才第一次嘛。你就来几次，你就带我。我来了2次，玛丽。啊？做完了，穿鞋。好舒服啊，想睡觉。想睡觉。嗯。娘，我不贴了。几天？我没有嘛，挤不紧张，用那个刀磨的。我妈说不紧张。哦。明彩古老呢直到过到到一上的慢慢来过到本道呢。哦，啥是本道？就红脸脸苦涩。嗯。古道是吗？我妈这个就一辈子没有过过皮好不好呀？还行吧。还行啊。那天个给我他妈打烟的。啊，300个。老公，你去哪了呀？还买奶茶？都是一个味道吗？哪个都行。奶茶。好的呀。跟孩子喝这个。行，这个是啥？芋圆的。芋圆。啊。芋圆是啥？他就用芋圆奶茶。转你等着我喝吧。没办法喝，那等会喝吧。等会蛮好用。等会喝啊。等会我们俩没洗手后，他就能洗手。啊。哦，你看我，这怕人多了吗？今天听说带牙齿到高多了，高多了吗？带牙的，就到那多了，那到那位，他也去到我多了，那那到我的。到一中楼说呢，今天下车了。你知道妈说啥吗？说啥？妈说来到了中国那边，没有见过的也见了，没吃过也吃了。然后有一个中国女说太辛苦了，能体验到中国的辛苦生活了。那还多着了，慢慢体验。还多着，哦、还有啥？还多着了。多着了。慢点拿啊。慢点喝，有点烧。真烫。真烫，那等一下连啥再喝啊。嗯。你的是啥？怎么啥也不能喝？你的是啥？我那里面有这个那啥，燕麦的，也可以喝。那你说能喝？你人生哪一个不提到不忙？
金毛干，太倒饿了。啊！来再吃个豆腐，你要弄的容易，狗狗到位了，弄毛阿西豆的再吃。有狗，只要弄出狗。我狗不到啊。狗到。狗到了。嗯。硬要吃大了，硬要豆腐。你说今天花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没花钱。没花钱啊？嗯，怎么可能？就是哥哥之前在这办的张会员卡，会员都是免费吗？哦，会员当时充了300，然后修了几次，一次因为便宜嘛，就18，还有100多。那这次就一分钱都没花吗？嗯。人还没断，坐凳呢。来三楼了。嗯，好的。腿一地上就坐的，我一天一人干一个，坐这下了好的，不然趴着坐凳。好、这个啊，你问一下妈，脚轻松了没？感觉走一下，看轻松了没？我从天高原来，我站不到啊，高多少？不重啊？16克，我说舒服轻松多了。昨天肉天16克。行，好了就回家吧啊。行，喝完回家啊。在我们这里呢，这里天天下雨下雪。韩子清，怎么了？把那给你带，给你带帮忙。哦。